餐厅吃到的哦，会啦，可以包不要这样子。
到三峡那边耍，当然是没问题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跟蒋军哥说，军哥也带车逼哦。你怎样没练呢？啊！你错完了，无人来哦。
好来，谢谢。哎呀，等于用虾米用这个无人来，你红车行是第200块的，这两第4块啦。我招一个现在200块的，4块200块，我姐夫也是找到。到你啊，在那了。然后这个票给我小姐200就了，给出40块的无人。你在哪里啊？河南啊。哎呀，虾米用这个啊？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无飞机条嘞，飞机条拢无要食，啊无在咧，个个偷嘞，你讲200人要来无啊？啊，对啊，第40块尔，你哦，红车行是第200块，加加加加，是无？啊，头前嘛是来啦，来200块，头前，来，这这边200嘛，是啦。来，找你300。好来，200啦。还有这边考几级？来300。来，这两块的呀咯。不能包人哎，我根本。这红色呢？你无防护无饲，加一支中棍呀。啊，拢无幼稚，好一地，我100块、200人，我先来这5地，搁200户人来，5地搁200。无啊，啊蚵啊啦，蚵啊250块对啦。啊，有迄个蛤蟆啊。蛤蟆会卖了，我讲蛤蟆，什么蛤蟆呢？2包150，2包100，2包150，放在冷藏两天。啊，搁飞机条有人来无啦？这红色呢？这色也袂吼，捡袂捡得久啊，等于差3块差钱才对啊。这有人来无？我到超市起来120块上袂，前摆飞机票硬买好啊，8块200块才上，8块200块对啦，1块80，3块3人的，这3块才200块了。我招一两个200块，啊？哎，200块，我招两个人去，对啊，这3块200你无对袂，上买4块200块才200块，这卖200。啊，无人要飞机条哦。你今麦有鲑鱼无？鲑鱼卖完啦，鳝鱼啦。啊？有鳝鱼，鲑鱼无啊？啊，我招两个人去吃，我阿婆领200块啦。有要卖无啦？200块啦。对啊。我来帮你搞。我先卖啦。哎，200块搁先卖来。我等你，我来找。你等于差3块差钱才用钱。用一个狗，用一个苏沙粉，季节就好食。哦，还佫剩200块无啊，200块啦。佫一个剩40块袂晓食。200块吧。啊？200块无哦。200块。来，无人来啦，来。来。快点啊，小丁。来，佮我食咩鱼啊？佮想食啥无？拢无啊。有肉鱼啊，个人买哈，人要食肉鱼个无？鳝鱼个人买，啊拢无人买，无你爱啥？海鲜碗粿，盐水哦，盐水4斤200块啦，大鸡个无贵嘞，这一包就过1斤无贵，去。来吃，头家。4斤200。这个是白味哦，一天拢卖三千，卖两袋哦，差不多700块的卖掉，100块啦。不像哎，哎200块了，这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我自己有带啊。这肯定有气炸锅，有气炸锅用煎的买晒，哦，还用用虾米嘛好食，个人哎有4斤200，200块无？了解没有？200。倒个泡，快点门口做饭来。他们找了很多，这下我要找什么？他们这个地下道嘛，老板，我在地下这个地下。哎，我买没能买了。电话怎么开卡？拢你啦，拢你啦，加班囡仔大细。啊，拢你啦，加班囡仔大。拢嘛你。拢。啊，拢这个，拢这个。
啊，一个囡仔。啊，来甩一个囡仔。大人没吃过腰子的。啊，你给我吃什么啊？紧来啦！啊，蚵仔没人来。蚵仔要吃啥？要吃粉了不？哎，刚才两盘，现在捞条河粉。吃粉了，对。蚵仔吃啥？这条鱼剩这了，人也无阿根廷鱼啊。剩这无啊呢？这买500块，两只四只，有鲍鱼有啊。这六只剩来啦。啊！这八只拢我去借500咯，500块。要，我包几个啊？要。我啦。来。五个，五个，你几多？呀，你坐呀，坐你坐。咩五个哩？红的呢？这拢我去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拢我去，现在700、600、500的。去我呀。过来买。七只我八只，八只哇！哈，哇塞！你是剩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啊，剩啊！六七只、八只嘞，八只伤济，这500块伤济哦。没啦，500，你500你就加价。哇！一个啊！哇！你卖会送啊？头前头前卖。哎，二啊五。再来个坐椅来无？坐坐坐，换换掉掉。250。椅来无？啥？椅来无？无。好无？这个位置啦，去边啦？太早。啊，你好，好早。不改不改啦。我坐下边椅来见。红的好吃。比乌的较好吃。这乌的吃了变乌面，红的吃了变红面。看来今天应该不用准备多吃。开始拢吃乌的啦，你要吃乌面啦。那个正啊，紧的啦。好吃好吃的，我吃你鱼啊。啊，这盘鳕鱼头刀啊，下午差不多最精啦。这香麦这盘拢要给500块来算伊啊，好多吧？带来百鱼啊，我吃上啊。品心，记得来拿你的东西哦。来，两个人可以，你要包包你的。200块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姐，一个爱，对啦，我靠，老贵啊！好啦，你也是你好，来500，好嘞，300，好嘞，4000。这大鱼啊，今年春节新年活动，找你快吧。这大鱼啊，春节新年。你有人要吃无？太好啊，免搁排数，盐三千200块，怎么吃？200鱼啊啦，我今日见两尾有去。你太好啊嘞！太好啊，免搁太啊啦，你不是平大海？啊，怎么换平大吃就对啦？啊？你来，我来载。你讲起来我都唔知，我来载。你讲几百人来，我来你讲你二条啊？哎，大雁能扒过来吗？我来收啊！来，苏云走。这黄以前啊，黄的一块能扒3块5块。三只500块了，我无毛白手细只，毛蒜鱼细地，我要一手碗糕啦。啊，你若排骨要来，要食粉啊？无好，8点嘛，差不多爱收啊。8点就要收啊？嗯。哎，大概来这，不是8、9点就走了了。还抓伊无人爱，我今仔较早来啊。你今较早来？对啊。那你讲吃咩囝？较早来，顶多唔会徛你看。啊，你看我来好了，看我来，你卖早来。哦。你这个是电煲煮啦，啊，电煲。你来，你卖食啥？我过来，我买一只。要吃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加鱼，那什么？那个炒那个炒酱油，叉烧对叉烧菜嘛。哦，叉烧啊。完全没钱，不讨了。怎么卖？啊，我怎么卖啊？对，100。哦，好，那你给我3块。3块。好嘞，你这个，你啊，多了了。那收几档啊？喂，五嘞。六。
不是啊，他们都互相认识啊。早安。那个，来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有人来不？我这刷阿姨，小姐要不要？这个后面我就要注沙哦，这个会成沙。热水滚，泼下去刷掉，不然你们去炒下去，整个都是沙。嗯。后面有一层沙。好。那个有一个小姐，像你一样不知道，回去炒下去不用转刷。还有多少家？多少？有家一回有交钱，家一个客人嘛，怕剩的菜你就不行。啊，这个有在鳕鱼老铁板烧啊，鳕鱼是大块的无？大块没有啦，有啦，够了。你那大块要一小秒，要一小秒。前面，小姐，一千了，不用一，我卖，我把五条五百，好，五百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一千，啊，没，加没五百，来五百块。这边摸啊，我来，摸一样，我发他。找五百，谢谢。哇！好几块，好几块。八片三百个那种，这五百呀。